武成王黄飞虎啊，跑出来飞去一日，人困马乏，但是溃不成军啊，手下的家眷占多数，男女老少都有，狼狈不堪。眼看天色地明，就到了临潼关。黄飞虎气说：“到了临潼关，我怎么能过得了关？临潼关过去还有潼关，潼关过去还有川云关，川云关过去还有界牌关，层层的关卡，我怎么能说服众人开关落锁，放我出城？人要不拦队，我就到不了机器呀！”心里的盘算。正在这时，有人禀报：“报王爷，追兵来啊！”别问离得不太远，各位啊，大家进来，快点，赶路吧！车老板紧摇鞭子，哇哇哇哇哇，啪！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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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咔！哗啦啦啦！眼前又到了临潼关，再看城门紧闭，往城头上看，灰瓶炮子、古木雷石、强弓硬弩。城关外一层层的战壕鹿角全准备好，这块的手将已经知道劲儿，怕黄飞虎跑了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到跟前就拿雷石扎你，远了用箭射，近了用石头拽，你累生双翅你也飞不过去，要过去没法向天子交代，如临大敌啊！武成王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凉了半截。站住！关上的各位弟兄，请您告诉张凤老将军，你就说故人黄飞虎求见，有劳各位了。你是黄飞虎啊？不用通禀了，我家主将交代的明白。见着你就开弓放箭，来呀、啊，放箭！光飞虎一看不好，命令家将赶紧后撤，离远点被射上了。一回头，后追兵到。正在这时，有人呢探听明白，报王可了不得，左边青龙关的主将张桂芳。领着骑兵夹击上来，右面也上来追兵，四面受之鼓如之奈何，我们现在已经四面被围了。武成王一听心整个的怎么办，前进无路，后退无门，四外的大兵眼看要包围，就这点儿是架得住一打呀，一走一过你全完了。仨儿子也哭着，这仨儿子大的才十四，十二的七岁，爹我们怎么办，爹，家眷是一片哭声。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武成王啊天庭开了，这脑门信儿着一股怨气升天，能不怨气吗？谁家谈这事能不难过？知虫霄汉有个神仙，清风山杨洞的清虚道德真君，这神仙待着没事，云游四海。清虚道德真君那是元始天尊十二个徒弟当中之一，属于十二大弟子。现在呢，元始天尊停止讲教，现在闭门止课不上课了。什么原因？神仙1500年前犯了杀戒，良莠不齐，这神仙的队伍也得整顿。有些神仙呢做那事儿不是神仙。现在三教欠押封神榜，高级的代数，代数的难逃，那上都有人名，但是绝对绝对保密，谁该死谁该替换，该收拾谁神仙也不知道。
都不是会算的，什么都能算，这玩意儿算不出来。所以呢，京剧到这真剧也没什么事可干，云游四海到此来探亲。这天脚驾祥云路过临潼，突然发现龙头前头山来，何人的怨气啊？老真人掐住云头，收住云尾，睁慧眼往下观瞧。一目了然，这不是武成王黄飞虎吗？哦，明白了，这都是他的家眷。因何导致断一算全知，就动了恻隐之心。看来武成王有难，我焉有不救之理？黄金力士何在？老天人，取我的宝都幡来。宝都幡那是宝。再看取过来，他命令四个黄金力士速摇宝幡，救武成王黄飞虎不死。是，四个黄金力士把宝幡晃动了。扔下去，这种见状就长，上遮天下盖地，把武成王这些人两千来号全给盖在里头，将床大被子给蒙住。但是你看不出来，你往前看什么也看不见，把这些人就保护起来。武成王众人就觉得迷迷糊糊，暗无天日，精神恍惚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单说太玄部听着报告说，就在前面不远，催动墨镜兵十几步大到了前边，抬头一看，这不临潼关？黄飞虎在哪儿呢？问手下人，手下人说这就在前面，这没来。哎，怪事，文仲睁开三只眼射出白光来，也没看到。正在这时，临潼守将听说太师来了，马上开棺落锁，迎宾迎接，上奉张大帅来见文仲。文仲就问：“可见着黄飞虎了吗？”“军兵见着了，刚才也见过，卑职躲起来没见他。”“我们开弓放箭，撤退了，就在眼前，怎么没了？”时间不长，加盟关的四将。模式四兄弟到，张桂芳也到了，四路人马凑在一块，谁也没看着。你这是人马去了，威而飞呀。文太师感觉到这里边有文章，你等明人赶紧回关严加防守，绝不准他跑了，懂吗？明白。人家各路人马撤了，武成王黄飞虎反出朝歌，这玩意儿你听着容易，做起来太难了。造反呐，您扒拉扒拉这滋味，头发根得发炸，谁敢造反？要不要命？这是实在逼得虎头无路，挺身走险。要不然怎么样？遇上麻烦了。五官在前面，左右全有关隘，纣王都有重兵在这把守，你飞得过去吗？四面楚歌，走投无路。咱们前面说了，幸亏老真人清虚道德真君来了，神人助他一臂之力，用宝都幡把他给罩住。哎，这玩意儿叫障眼法，肉眼凡胎的人看不见，人没了，其实就在眼前呢。这还不说，老真人又使了一招，也叫障眼法，就好像而今说的海市蜃楼，用
看着又山又水楼台殿的，其实到跟前什么也没有，用手一指出来个黄飞虎，车辆人马奔招来的方向下沉。其实这假的，文太师不知道，文太师一看呀，啊，明白了，黄飞虎啊，你前进无路，又杀回朝歌，这还了得？家里出了事怎么办？在莫麒麟上一声令下，回师搬追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追下去了。嗯，就利用这办法支走了文仲，最后一切都平安了。老真人手心一指，发了你指挥，刷宝珠幡收回，老真人走了。哎呀，单说黄飞虎等人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啊。咱们在哪儿？这在哪儿呢？再一看，开在大道上的，这边是山，这边是密林，前面是关隘，后边是官道，这两千多人还在这儿，又像做了一场噩梦。黄飞虎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跟黄明周济商量一下，咱还得往前走啊，怎么他们追兵没了，放心大胆往前走，按原计划赶奔西岐，前面就是临潼关。等到了关下，黄飞虎亲自过来搭话，站住，车队站住。黄飞虎看了看，英雄们，烦劳各位，请给李家主将通禀一声，就说黄飞虎求见。啊，黄飞虎来了。有人撒酒如飞到里边送信，给总兵官张凤送信。这张凤是个老头子，今年也快八十了，你别看那么大的年纪，身体倍儿大倍儿大，那是效忠殷纣的，在殷纣的眼里是堂堂的忠臣。这老头子又倔又大，这一辈子不想别的，就是听话当官。你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，还挺有官瘾。因为他见着文太师了，文太师说黄飞虎反了，你可守好了，千万别让他过了关。张凤还琢磨呢，在哪儿呢？听说来了，怎么一眨眼就没了？正在帅府落座纳闷的时候，有人禀报：“老将军，黄飞虎又来了。”看那意思，男女老少有两千来人啊。现在何处？在关前呢，说要跟您见一面。大马抬刀，辕门马匹带过，老家伙飞驰上马，操刀在手，带着三千军队开关落锁，杀出关来，往阵前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正是武成王黄飞虎。但黄飞虎啊，枪在那挂着，只手空拳，不像交锋打仗一样，车队都离得挺远。张凤一封啊，立功的机会来了，我现在熬了一辈子才是个总兵，一阵之主，要能把他给逮住送往朝歌，那我就得官升三级，老了老了还升了大官呢，何乐而为呀？想到这儿，把马往前一提，大刀横斩铁骨梁，那是对面，这不是黄飞虎吗？黄飞虎一看，现在备难之时，得跟人家说好话，动横就不好使了，因为他知道父亲黄衮跟这张凤是磕头的大兄弟，从父亲那论，还得叫他一声好听的，所以黄飞虎这才说话：“蒙叔一下可好，恕小侄有盔甲在身，
不能驾马使一全力，马上一攻，你多加海涵。嘿嘿，王佩国，我问你点事，天子对你哪错了？哎，你瞅瞅，40岁挂名，你就身为镇国的武成王，满朝文武数你最红，数你最官大呀！你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，紫袍金带，吃尽穿绝，你多美！哎，是，我听说了，你家他那点事儿。可那是能怪天子吗？那是一种误伤。你就为了你媳妇，为了你妹子，你什么都不要，放弃功名富贵，你要造反。我真没想到，你堂堂的武成王，你是疯了，你是傻了。尤其你们老皇帝，挨个数，世代蒙受国恩，全都是做官的，骑士的忠良，没想到毁于泥沼啊！这算完了。不过呢，谁让我跟你父亲是磕头的八兄弟，看在这个份上，我不为难你，最好咱别交手，赶紧自备欺负，我把你捆上，打囚车装木龙送往京城，交给天子发落。你要能痛改前非，天子开天恩就能赦免你的死罪，你还能保住老皇帝的英名。如果你黄飞虎不听良言相劝，你能过得去吗？你能过得去我的玲珑关吗？何去何从？你赶紧给我个答复。王飞虎气的，今天你怎么办？就应了那句话，秀才遇上兵，有理讲不通啊，但还得讲，强压怒火。孟叔啊，您说的对不对？对，但据是片面之词。您啊，身居塞外，不了解京城的情况，我不愿意多说。正像您老所讲，我一不疯，二不傻，我头脑清醒得很。我这么大的官儿，我无缘无故的，我能造反吗？我说疯了是傻了是吃饱了撑的，全都不是。我还怎么说呀？君气臣欺，人伦颠倒。蒙叔，别说是我，咱爷俩换换个，这个事儿轮到您头上。你的妹子活活被摔死，你的妻子被人调戏，你此时此刻是什么心情？上天我们老皇帝期待忠良，世代赞扬，立下汗马的功劳，不应该得这个结果。有道是，君不正，臣不忠，臣投外国，父不正，子不孝，各奔他乡。蒙叔啊，我求您开关落锁，赏给我一条路。我敢奔西岐去借兵，到那时候我回来，望蒙叔的大恩。大礼，王佩虎啊，一个逆臣贼子，想要跟我咱们扎个八个，你想错了。我岂能放你过关？大飞来的，大刀一摆，推开坐地，是直取黄飞虎。王飞虎一看这老老头，知道现在无话可说，又得伸手了。还没等他伸手，磕头的把兄弟大将黄明，一天就冲上来，大哥，俺老李不交于小弟，砍枪的。黄云催马走枪，大战老头张胖，一老一少，二马踏
有能耐，掌住这条大江，使的是乌龙摆尾，怪蟒翻身，啪啪啪啪上下翻飞，护自己的身，护住马，开始进攻，招招得势，每一招数都相当精奇。你讲年老不讲筋骨没能，这人要上了岁数，我不服老，我身体壮，不好使，不好使啊！英雄出少年，他俩的年纪差一半还多。张凤打着打着是气喘吁吁，看一下，技术坏。王飞虎手下的人一个赛是一个，今天不能取胜，无之奈何，怎么办？脑筋一溜号，一个没注意，噌的一圈，在大嘴人这个扁里了，一枪就脑上，把老头张凤给疼的，哎呀！拨马便走，带回阴通关，关门紧闭，开弓上箭。人家进了城了，这想过过不去呀，只好收兵回队。怎么办？跟武成王去商量，怎么能过得了这座关城呢？众人是一筹莫展。王飞虎这样的，咱们在树林里头安营扎寨，现在正好有一计能助咱们一臂